网络红人奶茶妹妹张泽天自2011年8月进入清华大学以来便备受媒体关注。她2013年成功申请到美国知名女子学院巴纳德学院的交流项目，8月起开始为期一年的美国求学生涯。一组奶茶妹妹的新近照近日曝光，据了解拍摄者是在奶茶妹妹国外大学一起准备吃饭的时候随手在台阶上拍了几张，照片中的女神依旧朴素。